们在一月份先后执行打击诈欺犯罪一个集团当中啊，我们总共的逮捕了5034人，有661个一件，还有查获到不法的所得有6亿多元。那这些案件呢、啊，我们都是以组织犯罪，大部分都是以组织犯罪来移送。那为了让民众过好年啊，我们警政署要规划全国的打击黑帮的一个计划。那我们是从1月28号到2月3号，在这段期间，我们总共动员了9686个同仁，共查缉到制频要件的首要人物啊，有40个人，不法分子有210人，查获不法所得有678万多。如果被我们查到以后啊，我们除了查获他不法所得以外，在刑责部分，最轻参与的、啊、最少有6个月以上、5年以下，所谋者有3年以上、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